你们刚才说闪光过，我觉得这个节目请的都是闪光过的人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他现在还在闪光中 ，OK？ 他觉得我已经被闪很久了，好吗？好像陈志朋现在也没有在怕被骂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怕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嘛，也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对吧？以前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当明星，都觉得害羞一点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，要有理就把它说出来，你骂我什么就回怼什么，挣扎调整再调整，然后发现其实人生只要快乐就好，这些都是我想去尝试的。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所以你一边当演员，然后如果有时尚来找你走秀，又是很奇特的衣服你也是穿。我觉得人生当中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花花万物常年陪伴，每周二在优酷不见不散。